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开的是三神鸟的小铁盒。小铁盒 ，Go！ 直接开。美版铁盒真的做的是还不错，看一下。对啊，做的很好看。那嘟嘟一真的超可爱。哦，它是这样放的。对。然后大跟小就插在四包和五包卡包，这样放很难拿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交给你了。哦，它两张，需要卡放在后面。激动鸟，四包卡包。火焰鸟。这十二包我看到什么？交给你了，神兽。来吧。靠你扳回一城了。会的。真的都有伙伴。对啊，之前开都没有那么多伙伴。不怕，后面有什么？又是骆驼吗？跟你刚刚的凑一对。哦，大只的骆驼吗？对。是怎样？铁盒里面都伙伴是抽三吗？还是怎样？我不知道，也没有搞什么玩牌。感觉那种卡都哦，我是你下面嘞，夜空，你刚是咪吗？哎、欸，你都开大的、啊？对。哦，全图和他哦。我找别只，来个没有的吧。有。几率有点低，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对啊，你都开大的也是蛮厉害的。对，跟你的刚好凑。对，跟我都刚好凑一对。原来是这样啊！看到了，电能下面有东西吗？没有。哦，普通电能。另外一种能量好像。不好开，不是高闪电的，高闪的不多。嗯，高闪难开。觉得有东西哦。来吧，来吧。哦，不是有东西，它是亏损的好严重哦。我看，我看，我看。第一次看到这种卡、欸。背面也有吗？背面有没有？没有哎、欸，主要是它是正那个正面封。它割痕超可以超明显的、欸啊。我觉得这张可以做纪念。这张做纪念，这样是发生什么事？是打开就这样是怎样？对。第一次看美版的开到这样子的卡，虽然说偶尔常会在网站上看到，买第一次真的自己拿到，感觉是猫咪的抓痕。老鼠，老鼠，老鼠、嗯、来了一个不是老鼠电属性的，它是属于什么？它不是老鼠，它是蜥蜴，闪电蜥吗、嗯？我想要老鼠啊！可爱的老鼠去哪了？它退隐了。啊？它退隐了。它不是变成另外一个博士的那个？对啊，小智继续去旅行啦。那、嗯，我们看不到旅行。对，我们看不到旅行。
哦，六路。哦。先卡。六路好可爱呀、啊嗯！如果他这张签卡里面有喷火龙，就值钱了。真的。就只有人，就感觉就 low 掉了。而且是男人，男人里面他算是 OK 的啦。人家毕竟是冠军。真的。没有。皮卡丘，没有这么难开。没有，他没有那么难开。你等一下就开到了，看别人都好开啊，没关系啊，价格也不贵啦，可自己开到感觉还是不一样，真的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怎么又是你？谁谁谁是谁是谁？干怎么又是你？加上他，真的是怎么又是你吗？你有那么好开吗？人家都开不到他，然后我们一直开他是怎样？大家都要他、啊。是啊。不便宜啊。对啊。是不贵啊，但是也不便宜。以半闪卡来讲，算价格高的。他是最贵的半闪卡，好吗？哎、欸，你十二把开了好多东西哦。嗯，还不错。我十五包没有开那么多东西、欸。每一版就是运气，真的，你的运气超好的耶，藤蔓罐，大哎、欸、大只的叫藤蔓罐、哦，你还有一只这个，你还有一只这个，崩坏，值得做纪念的，崩坏的爱心鱼，那个你想要自己制作出那种感觉做不出来。然后刀刮也没办法，它是因为它凸起的，它不是凹下去。我觉得它是封膜的时候，可能有那个机器可能是有折，好像那个上面那个膜有挤压到还是怎样。它膜是往上挤，不是往下挤。对。所以你是用刀刮过去也不会出现这种。这是第一张，可是他是男生。哦。我不知道那名字，没关系，不动了，是不动吧？是，好像是，没看过他。不补这个洞，好像感觉没什么关系。补另外一洞可不可以？我被 gank 了。我们是不是没有其他的可以？没有。要等下一波哦。好、哦，这只好像也是第一张哎、欸，是吗？不是，你们有不是，你们有有了，只好像不多，对，然后一张而已。你看很好哎、欸，还行，这超他妈好哎、欸，还有独一无二，不会有第二张的那种。对，我觉得那张还不错。那是因为它出现在那个上面，如果它出现在那个值钱的卡上，一定会呕死。我可能就拿去鉴定，看看是几分，然后看会不会有人愿意收购它。对，竟然是你，还有谁？你刚刚是开到咪吗？哦，这张我们也很少，这张我们好像也只有一张而已。嗯，一张也不多。哎、欸，你怎么都开大的啊？就刚好跟你凑对啊。我都开小的，大的也不好开哎、欸。其实。我们来看这十二包开到什么？你十二包开了超过十二张好东西。那个超响 Mista， 然后无极泰纳的叫什么光辉卡吗？嗯。然后不知名人士。不知名人士。年美龙。好，特殊的爱心鱼，你看它就这边，然后后面是漂亮的、哦，有够屌。对，这张真的做纪念，有丹帝跟他弟弟，然后喷火龙，拼图塔的利欧路，然后闪电人。喷火龙哪有那么好开啊？太扯了。也是一个
男生，好。然后裂空座 V Max， 好，骆驼母的 V Star 两张，超扯。因为我都我没有 V 耶。对啊，我是我开 V， 你开 V Star 跟 V Max。好，我们这个小铁盒的开箱就到这。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！谢谢大家，拜拜。